属兔的朋友呢，有贵人相助，让他的投资呢能够加速获利。属龙的朋友在这个礼拜要持续努力，可以让这个所谓的事业日进有功。那另外属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，他行有余裕的时候呢，要尽量的享受这个所谓的休闲的这个生活。